的要社交，我一定要工作。还有一堆人把我当疯子。每个人哦都在跟我说钱钱钱钱钱 ，money m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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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。Damn， 我家里很有钱呢。安卓回台半裸直播才十人看，任汉低音孙鹏想法有矛盾。艺人低音与孙鹏的独生子孙安佐，五月底被曝四月在泰国呼后疑似精神错乱，私闯民宅露下体。五月初有妈妈低音直奔当地医院接他回台治疗。白了喂，孙安佐在五月二十四号有在家悄悄开直播，只是好像没人 follow 到。皆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讲话还听呢？我的 ，Come on man， 没有人讲话吗？十个人呢？太，你想想看，我一天练两场，然后还得要工作，然后还得要顾家人。然后我还要顾社交，然后我还要顾社群媒体。That's crazy. OK， 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鸟事情，但你们要想，说不定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体验这一切。我基本上帮你们体验过一切的呢，最好的人生我体验过了，最烂的环境我也体验过了。我就不用多说我在泰国遇到多少鸟事情，因为太恐怖了，你们绝对没办法承受。所以你说我还有什么东西我是会怕的？没有。Nothing scare me. But hey, I need to relax. 这是我需要学习的，我需要学习慢下来啊。那你知道我最近回来的感受是什么吗？每个人哦都在跟我说钱钱钱钱钱 ，money m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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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. Damn， 我家里很有钱呢，我需要这么拼命吗？不用啊。但你们这样一直讲，就会让我想 ，OK OK， 我不靠家里，我也可以赚很多钱。结果我就 把自己搞超累的。前几天跟父母想法有矛盾吗？一直都会啊。我有时候我可以在小孩子跟成熟的大人这种思考方式做切换。然后我爸跟我妈就是，我太像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很担心我，啊我太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我吓到。所以我们就在找一个平衡，不要管周围人叫你做什么，永远最相信的就只有自己，其他人的话你就当作建议，要听不听自己决定。就算是你爸，就算是你妈，就算是你最好的朋友跟你说的，都只建议耶，要不要说是看你自己。我现在的课题最大的就是学会 relax， enjoy， 享受一下自己人生，多爱自己一点。